那么请问大佐，老鬼是怎么知道黄雀的真实信息，而且还能成功的把这些信息顺利的传出去呢？我为了调出老鬼，才向吴志国传递了真实的信息。可大佐，您就算是真的为了引鬼上钩，也不用透露真实的身份信息吧？老师，当时审讯陷入了焦灼，如果不抛出一些真实的信息，难以逼迫老鬼现出真身去传递情报，所以我权衡之下，此乃无奈之举。那么请问大佐，在你抛出了这个真实的信息之后，制造了一个如此完美的诱饵，我想请问他们上钩了吗？那这可就麻烦了。根据间谍身份信息保密惯例，知道这样的机密可是要被灭口的，所以就算他们五个人当中谁也不是老鬼，在知道这样的信息之后，也绝不可能活着走出囚庄。大佐，您口口声声说不想主贺坟前，甚至不愿意对他们轻易动刑，可是你这一张嘴就要了他们五个人的命，你不觉得有点矛盾吗？是这样的吗？简直荒唐！一知道黄雀的真实信息就不能活着走出囚庄，那顾小梦呢？顾小梦能活着出来，是因为大佐需要一个人证，来证明李宁玉的那封遗书里面有真实的情报，而且你还需要一个备用的替死鬼，在你杀害黄雀之后，一旦自己的身份遭到怀疑，就可以顺水推舟推到顾小梦身上，黄雀就死在离开顾家必经的山道上，只怕这不是巧合吧？你的意思是我制造了那起车祸，虽然黄雀在必经之路上，方向盘并不在我手里，是否撞得上谁只有天知道，更何况侯爵大人本人在车上，你的意思是我宁愿失掉我的生命也不惜加害我的老师，是这样吗？可是大佐，您如果在谋杀黄雀的同时还能成功刺杀到大日本帝国的侯爵大人，那我想就算搭上您的一条命，为了您的组织也是十分值得的吧。那不然的话，您为什么要向侯爵大人隐瞒车祸的真相？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侯爵大人座驾的刹车根本就是你切断的。向我隐瞒车祸的真相，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老师不要信他们，他们完全在胡说八道，是要陷害我。您想想看，我既然已经在盘尼西林里交了氰化钾，完全可以致死，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去设计场车祸呢？你终于成，这只盘尼西林确实是你给黄雀的，而且你在里面下了剧毒。说，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不是老鬼，你为什么要杀了他？我倒不这么想。要说龙川大佐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有什么道理会做军统或者共党的间谍呢？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天下共党一家人，别忘了日本也有共产党。天下的共党是不是一家，我是真不知道。我只知道天下人都是爱财如命的，为钱杀人，我信。你这话什么意思？大佐，你这么看着我干嘛？跟要吃了我似的。我是给您平冤昭雪呢。许多人都知道王田香入行之前开的是窑子，挣的是皮肉钱，可许多人都不知道我那窑子到底开在哪儿。喏，对面裘庄西楼，裘老爷子死了之后，裘家大少爷持家无方，欠下了巨债，逼不得已才把裘庄西楼抵给了我。怎么得了？
裘大少爷来了，所以那张败家子的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黄雀就是裘庄大少爷裘令泽。你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啊，证据吗？你给黄雀盘尼西林那晚，我跟踪你到了小酒馆。我可以见我弟弟了。是。 原本是想跟踪到黄雀的住所，不料被你发现了。是龙川肥要杀我呀！还有白秘书临死之前，在墙上刻了一段话。 这是真的，白秘书还说什么啊？那字呢？没了，没，当然没了，被我给抹掉了，要不然我能活到现在？那也就是说毫无证据。大佐，墙上的字可以抹得掉，可骨子里的血脉是换不掉。不知道大佐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人那句老话呀？外甥随旧。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拿裘令泽的照片跟令郎进行对比，就能看清楚到底像还是不像。哎，大佐，大佐，哎，大佐，大佐，你放开他！不许你再提我儿子，不然我一定杀了你，一定。 不，大佐的夫人，竟然是裘家的女儿，啊，这真是越来越有意思。这么说的话，大佐，您和黄雀还是至亲，可为什么还要痛下杀手？难道真的是因为共产党大义灭亲？为了裘庄的宝藏。 他和我的大姐都是大太太所生的，而且上海出事之后，我就一直在怀疑，就是他和大姐串通了一个什么外人。你等等，你哪儿有这么大姐？白秘书猜的一点都不错。裘老庄主在上海意外身亡之后，裘家大少爷和大小姐为了防止失踪的小少爷回来争夺财产，他们确实和一个外人串通好了，把裘庄的宝藏给转移了，而这个人，就是你，冯春大佐，裘家的乘龙快婿。 是这样吗？老师，他们完全在胡说。我的妻子是华族的女儿，怎么可能是个中国人呢？华族的女人会嫁给一个妓女的私生子啊？那个被你扯断舌头的三井寿一，将他对龙川大佐身世的调查结果寄给了我。阁下以为？ 利用自己在特务机关间谍创作者的便利，伪造一份体面的档案，就可以像森田大佐和我一样，成为真正高贵的帝国军人了。做梦！万万没有想到，您的亲生父亲竟然是贵国赫赫有名的歌舞伎大师。<笑> 不过，您母亲的出身可就惨了，竟然是日本花街的名妓。假的，老师，你千万别信他们，这些中国人在胡说八道。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虽然龙川大佐利用在特务机关做间谍创作者的机会，为自己编造了一套。 完美的履历，但是花街柳巷的野史是编造不出来的。你们知道吗？直到现在，东京游廊的妓女们都会将自己的私生子通通溺死，因为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当年的花魁就是被自己辛苦养大的亲生儿子
偷走了他全部赎身的金钱，而上吊自杀了。大佐，大佐，您一定当年就是拿着自己亲生母亲的卖肉钱跑到了中国，然后改了个名字龙川肥原，对吧？嗯，怪不得了，这样的出身，这样的狠心，难怪能下手杀死自己的法器。放肆，我来看你来了，我带你回家了，回杭州了。孙夫人是中国人，当然是日本人，我怎么会娶一个中国人做妻子？日本人他是……大嫂，我胡说。为了儿子而牺牲，有什么好怨的呢？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既然是日本华族的出身，又是高官发妻，怎么会如此草率就埋葬在异国他乡的湖边呢？于是我就彻查了这个杭州城整整十年的刑案，终于被我发现了。就在四年前，也就是裘家大少爷失踪之前，西湖边上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一对日本富商夫妇郁结。你爱郑楠吗？郑楠是我们儿子，能不爱吗？那就记住他，永远的记住他吧。妻子死亡，丈夫重伤，而这位死里逃生的丈夫却不再追究，所以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郑楠太可怜了，让我们来抚养他。这是方子死了以后，我的妻子跟我说的第一句话的原话。哎，像他这样真正的华族女性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丈夫会谋杀妻子，学生会背叛老师，而父亲可以用母亲的尸体为儿子铺路，直到乔装捉鬼，甚至直到现在你还在欺骗我，为什么？为什么？你问大佐，四年前那起命案里也是你一手布下的局，对吧？属下唯一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你说钱都到手了，裘家大小姐又是那么一个标致的美人，还给你生了儿子，你怎么下得了手呢？他不但要瞒住侯爵大人，他还要瞒住另外一个人，松井司令。我还听说松井司令和黑龙会渊源匪浅。金处长曾经倒是说过这裘庄宝藏的来源。我详细查证过，这位裘老庄主应该就是同盟会成立之初的元老之一，专门负责与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要和财阀斡旋，筹措起义所需款项。可是在黄冈起义之前，因为他们内部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这位裘庄主竟然携带这笔巨款他潜逃了。黑龙会一直在查找这笔宝藏。这就对了。大佐，我听金处长说黑龙会的成员都在他们的身上刺上了徽章，烦劳您解开衣服让大家都看一看，您是否也是其中一员？看来不用查了，松井司令和龙川大佐都是黑龙会的成员，也都有查找这笔宝藏的使命，所以您接触裘家千金也是有这个目的吧？当年您以新婚女婿的身份第一次拜见裘老庄主，可当天晚上裘老庄主就发现了你的身份。你加入黑龙会了？你的妻子为了救你挟持了他的亲弟，爸爸，才把你从枪口下救了回来。
是她怎么也想不到，她自己救的丈夫有一天会亲手杀了她。裘老庄主知道把你放走之后，裘庄宝藏的秘密就再也隐藏不住，他就把所有少年杀手都杀了，只有一个逃了出来，那就是吴志国。就在他逃出来的那一夜，遇到了李宁宇。你一直以为是你和金生火在上海兰心大剧院的那场对决把他扯入了裘庄里面，其实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和裘庄纠缠在一起了。没过多久，这裘老庄主就死在了上海，而你和他的女儿以奔丧的理由又回到了裘家，秘密的把裘庄的宝藏移了出去。当然了，这件事情大少爷肯定不知道，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欠下王处长巨债，还把西楼让出去，甚至他都说不出裘庄宝藏的下落。可是这秘密总有掩盖不住的那天，日军进入杭州，松井司令就会亲自调查裘庄的事情，那个时候如果他发现你早就私吞了宝藏，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你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能把这些秘密掩盖，杀了你的妻子。方子是重病而死的，他是因为深爱我而死。哎呀，大佐啊，大佐啊，事到如今了，赖掉一条人命和你把他认下来，这有什么区别吗？我相信他是因为爱你而死。本来你以为杀了你妻子之后，这个秘密就会被永远埋藏下去，可谁能想到，密码船上吴志国的一封密电，又将裘庄的秘密掀开。裘庄，裴元君，森田死了。森田不是死于自杀，他是第四个死于裘庄的人。所以侯爵大人就下令让你调查此事，并且就在裘庄执行。果然就在当晚，你发现吴志国、金生火、白小年还有李宁运四个人都和裘庄有关系。这裘庄主之死和我金某还真有点关系。钱司令把我调来司令部，就是破译密码，只不过他要让我破译的是裘庄里的死人密码。钱虎一似乎相信那个传闻中的裘庄宝藏真的存在，埋藏的线索就在已经故去的裘庄主的密码里。钱司令之所以三番五次的要把我扔到前线去当炮灰，是因为啊，我发现了一份假材料，就是钱司令的亲信爱将刘中队。钱虎一要我杀一个人，谁？就是那个刘克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钱司令会对察觉到刘中队身份疑点的白秘书那么恼怒。想守住裘庄的秘密，这些人都得死。我为什么活下来，是因为我跟裘庄没关系。至于这黄雀，就是裘家大少爷，所以必死无疑。因此从一开始，裘庄捉鬼就是你的骗局。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老鬼真实存在的证据。你就是为了杀掉黄雀，所以必须要在我们五个人之中捏造一个共产党的鬼出来。好了，大佐，该揭开你最后的谜底了。裘庄的宝藏你藏到哪儿了？
没有什么宝藏，也没有什么身世，不知道。人生如赌局，生死未定输赢，世事似赌债，早晚终要偿还。如果不是因为裘庄宝藏，那你为什么要杀了王旭？不是生死之局，也不是什么宝藏，那一定是生死之局。不要抵赖了，戴老板放出来的狗，我总还能嗅出味道。三十一，他现在总体血型高，是老虎，是空中，还是稻草的长根？宝藏的球状，凤毛狗。做空中卷卷一样的死，承认道道道道道你儿子就像我一样，生生世世关在囚中的海中人，也别说收你为学生那天起，我就曾告诫过你，只要你不背叛帝国，不背叛我，无论你犯什么错，我都能原谅你，拯救你。现在我就是要你坦白他们对你的三项指控，哪一项才是真的？都是你龙川肥原在李宁玉死后伪造的，甚至李宁玉都不是自杀，因为你才是真正的老鬼。真是一石三鸟啊，顾周。为了裘庄的宝藏，既然知道了，就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我想阁下不会这么自行其事，如此愚蠢吧。用暴力占有的歌姬才是最娇柔的，抢掠来的财富才是最珍贵的，美的至极也不在于保全和享受，而是毁坏的。军部的高层和情报部可是传出了一些风声，今天拿下我这小小司令部的情报处，明天大概就该轮到李主任的76号的特务科了，到了后天呢，查汪主席的秘书处也是说不定的。这听上去可绝不像从情报部门的高层传出来的，这更像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一个精通了官僚心态和官场规则的行家大手造出来的。军部高层松井司令，情报部还有你们鸡鸣寺一尊又一尊的大神都被他请来来压我。如此神通广大的人物，如果他都是共产党，那这简直可以称得上远东第一大间谍案了吧。老师您在看什么？我是在想象啊，如果皇军占领杭州那一夜，松井石跟这个莽夫没有听信于你，而在这里烧起像太阳一样耀眼的野火，那一定是千年西子湖最美的一瞬了。对不起您老师，我背叛了帝国，背叛了天皇，背叛了老师您。
我没有任何资格祈求您的宽恕和原谅。可是，郑楠这孩子，从他母亲死了以后，就一直跟着师母在一起生活。他想敬重父亲那样敬重您。我祈求您能继续庇护他，别让他像我这样没有父亲。就该结束
间歇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微笑。我只想化成一只蝴蝶，飞出这片地狱般的牢笼。现在才明白，原来这张照片他是要留给您的。他就像我的另一个女儿。所以您的信仰让您必须在两个女儿当中牺牲一个，是吗？地狱便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的组织是不会让一个父亲去伤害自己的女儿的。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条来自东京的消息，一个叫荣川正男的男孩在华族的学习院溺水身亡。龙川肥原在鸠巢铁夫面前认罪自杀，为的就是保全他的儿子。看来他还是不了解他的老师啊。不是不了解，是心存幻想。他太爱自己的儿子了，为了他去杀人去背叛，结果呢，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那个孩子。保护自己的孩子是天性，没有哪个父亲会狠心地任由自己的孩子陷入危险。这一点不分信仰、国籍，甚至无论善恶，天下的父亲都是一样的。金生活为了救他的女儿背叛国家，投靠汪伪，他给自己的女儿留下那么多的财富，还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结果呢？囚牢庄主临死前放弃了逃生，救了他幼子白小年，但是他绝没有想到，他所背叛的理想，他窃取的巨财，还是在十年后要了他孩子的命，不是一个，而是三个。还有就是龙川飞猿。小梦，父亲的终极使命就是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作为父亲我也一样，但是我保护你的方式不能是金生活，不能是邱庄主，更不能是龙川飞猿。从小你就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孩子，所以我要做一个信仰光明的父亲，为了全中国像你和李宁玉那样的孩子去争取一个没有黑暗的新世界，哪怕我将化为灰烬。爸爸，共产党真的能带给这个国家永恒的光明吗？我相信我将永生不续。如果我能有个女儿，如果我的女儿能活下去，我一定会为她结束这个黑铁时代，亲手为他带来黄金时代。他一定会长成
像你一样美好的姑娘。你和她都说那里充满光明，这一次请不要丢下我。顾处长，忙着呢。王处长，你来干嘛？什么？我来干嘛？顾处长，你可太沉得住气了，我等不及了。咱的事怎么样了？我和你能有什么事儿？乔装宝藏啊！我已经有确凿的消息了，抓紧啊！那件事，先放一放。我有更重要的事要找你。什么事儿？进来。顾小梦，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遵照特务机关长三井少将之命，由我负责调查潜伏在我们司令部中的军统间谍孤舟。上面接到风声说孤舟就在你们五个当中。忽明忽暗。
在吹，风在吹。